Kiss Morning， 大家好，我是龙哥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玩一个小型解谜地图，就叫做这个激魂在垃圾场，是的，好像是这样叫。好了，那我们一入到来就是这样啦。还有我身上第一栏是有一个 item frame 的，那我们不要理住啦。我们看看这个箱有什么先。请使用和平模式，不要开解小地图，视野亮度随意。和平模式 peaceful 啱啊，视野亮度最光，视野哎得噶啦，应该都嗱咁啊，睇先，呢本系说明书，呢本系故事书。好，咁我哋嚟睇下啦。故事如下：我系一个啱啱揾到嘢做嘅店员。啱啱老板揾我过去倾啲嘢，但突然间我就俾人打晕咗啦。呢度好臭啊，或者系店入边嘅垃圾室吓？铺头有垃圾室，垃圾室咁犀利？不管了，快啲逃离呢度啦！咁我哋睇下跟住嗰个有咩先。大家好，我系巴少。哇，巴少个名几霸气啊！巴少。这个是我第一张的解谜地图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、啊、下一页就是规则了，不要打开这个作弊程式 Too many items 之类，即是 简称 TMI 啦，不要破坏任何方块，所有机关都放在蓝色羊毛眼前面，即是如果大家头先见到的话，这里应该有一块蓝色羊毛的，就应该是那个位置了。游戏的人数限制1-4人，即是咦可以4个人，不过算啦，既然我现在自己一个人玩就算了。装置过的机关请勿重复使用，大家听到这一句有没有想起我之前那条片呢？就是那条什么那条锁匙寻找锁匙训练班，寻找锁匙训练班呢，唉，即是装过的道具机关我会重复使用的，放心啊，因为那时候是那时候啫，那时候因为找不到锁匙什么。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呢，我会在下面简介那个位置呢就摆返条 link， 大家如果真的不知道的就回去看，但那条录不到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请有耐心这样游玩，即可能会玩很耐。哇，使唔使捋咗成20-30版？小提示：此房间垃圾场有一个成就，有一个成就，咁啊，我有成就咯，计唔计噶？咁我有一个成就咯，已经。咁我哋呢个一开头就喺度嘅，唔知道做咩啦。咁啊，我记得佢呢个好似有嘢讲噶嘛。找到锁匙墙出口嘅垃，唔系，找到锁匙墙添。找到垃圾场出口的锁匙之后，请将锁匙放在蓝色羊毛上面，锁匙转两圈之后门就会开了。咁劲，呢度好诡异啊，好诡异，呢度好臭，佢话吓吓乜咁嘅咩？算啦，我哋扮睇唔到啦。好啦，我哋去揾下啦。诶，呢度有个箱，好似唔系箱嚟噶嘛？定系因为顶住咗一个箱，开唔到个箱。唔系喎，可能唔系箱嚟添。等我踎踎低先。系咯，唔系箱嚟噶。等我瞓一瞓觉先。诶，原来而家朝又早。好，咁就踎低。诶，好似有个第二个箱喎。冇。但是他说这间房有个成就噃，哦，那里有嚿嘢，箱唔该，俾个箱我。我系咁揿右掣，佢都冇反应，唔通系 fake 嘅？唉，算啦，咁就。将条锁匙呢度开咗佢，
好似系要转两圈啊，一圈两圈，哎，得嘅咩？继续，哎，得咯，好，你嚟到边度啊？呢度边度嚟噶？莫非就系制药嘅？先，从上到下数到第三，下个房间嘅右手边，从上到下数第三格。由左至右數第五格，右下面好似收埋住個寶。莫非呢個老闆就係專門偷嘢嘅？實驗藥水全部都係。莫非佢抽我啲血嚟整？應該都唔會嘅。呢個箱冇嘢，唔通樓下有箱？通常上面個箱冇嘢，唉，真係。通常都係樓下個箱有嘢嘅。擺錯位置。好，藍色藥帽。佢话第几个啊？佢好似话下一间房嘅右手边，上到下第三格，左至右第五格嘅右下角，右手 一入到嚟右手边，上到下第三格，一二三四嘅右下角，好似收埋咗啲嘢。吓、啊，莫非就系依本书？等阵先啊！佢一入到嚟，佢话右手边啊嘛。右手边右边嘅墙，跟住上到下，嗱、啊，冇喎，做咩崩咗？一二三啊，一咁咪一二三四五咯，五嘅右下角，莫非有嘢咁？算啦，都系我哋睇咗本书先啦。我记得呢度系生物研究所喎，但点解呢班动物咁污糟嘅？整间屋都发臭喎，到底有冇清理过噶？总言之，一定要知道边一个打晕我嘅，你快啲走啦！呢度好臭，好臭。是，呢度有只鸡、羊、牛、猪，有冇嘢要拎噶？系咪有冇收埋嘢？咦？呢度系边度啊？似系一个遗迹喎。话说，我唔知道我间铺有啲咁嘅嘢嘅。啊！但系等我揾埋呢个成就先。佢话，等先。佢话下一个房间啊嘛。开咗门咪下一个房间咯。右边封墙，上右边封墙，咁啊一、二、三、一。三四五嘅右下角，国宝莫非就系呢个火把？定抑或佢净系讲呢个箱咋？好大可能系讲个箱。哇，迷宫！好，我哋由左手边开始行。好啦，请放置编号一至四嘅锁匙放喺羊毛。每條鎖匙轉兩個圈，轉兩圈等於左右轉，實際上兩個拉杆就夠啦。誒，即係呢度係出口啦已經，嚇、啊！呢、這個骨頭路嚟嘅，骨頭路嚟嘅。哎呀，轉入去，骨頭路。而家轉入去骨頭路，係啦。莫非啲箱全部喺曬右邊？睇下頭頂先，骨頭佬，千兜咁大個圈都係骨頭佬。誒唔係喎，有個箱喎，樓下又有個。誒鎖匙四號，哇！揾到鎖匙四號啦，好開心啊媽！出翻去嘅呢度，唔係喎，呢個骨頭路嚟嘅噃，完嘅嘞噃，咁就跑翻出去啦。睇先，喺呢度嚟嘅我哋，咁啊呢一個位咧，莫非呢度有骨頭路？
呢一個掘頭路，呢一個係去嗰個出口位嘅，係啦。咁邊度係4號呢？一會唔會一？等先，佢有冇講啊？總之淨係放就得啦。哦，好啦，咁4號擺到3號。遺跡冇可能嘅，哇！骨頭佬，莫非真係喺頭頂？係，就是愛抬頭，成就。莫非呢個就係傳說中嘅成就？骨頭路冇嘢，咁短嘅骨頭路，2號鎖匙2號，嘟嘟嘟嘟嘟嘟，4、3、2。喺度，3號，爭1號啫，可以唔好，呢度穿咗窿喎，冇啊呢度，嘟嘟，banana，啊系啊，咁啊揾緊嘅期間講啲嘢啦。唔知大家有冇最近有冇睇到阿毛公子同個小屁孩挑機嗰度，即係嗰段嘢咧，同個話，哎呀，不是冰雕小王子嗎？嗰個啊，嗰個小屁孩咧，點解我揾唔到？等陣先，揾唔到1號。其實佢會唔會卡住？就係頭先嗰個箱，算啦。咁啊，跟住見到阿公子玩得咁犀利啊！睇下有冇試過幾號嚟噶？3號，大家有冇試過得咯，其實，大家有冇試過呢？我哋出到嚟啦，講下。咁啊，大家有冇試過俾人串呢？其實，咁我試過俾多人串，實多。睇先，咁我哋繼續翻呢個嘅故事啦。咁就佢話：這裏呢度應該係蘋果倉啩？呢條仲唔係蘋果倉？蘋果迷你倉817777778，點解我記到嘅？死啦！揦一個蘋果先，有兩個蘋果喎呢度，莫非係傳說中嘅蘋果迷你倉817777？你唔好以為我睇唔到你啊！雙金蘋果，雙金嘅蘋果，好啊！我雙金嘅蘋果唔錯，其實係咪成就嚟㗎？等我睇下會唔會係有鎖匙啊咩嗰啲先。其實咧，我有啲想講其實有冇人知道我呢個 channel 啊？其實，即係我發覺咧。我啲片咧都好少人睇，其實有冇人知道我 channel 嘅咧？莫非真係乜都冇？但有好多 command block 嘅喎，算啦咁就，哇！變咗古埃及神殿，踩。
最终嘅抉择，选一个洞口跳落去，吓完噶啦。呢、这个熔岩嚟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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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呢度啦。啱喎，吓咁样都啱啊？吓，唔系吧？吓完噶啦。睇先，诶，一个，切，其实四个都有嘅，其实四个都系嘅。切，呢个系咩啊？好眼力，冇，唔好意思。镶金嘅苹果 ，yes， 有一个。呢度系炸地图 ，N， 好，等我睇下 N 有咩讲先。呢一个系我第一张亲手做嘅解谜地图，虽然游戏很短，但系应该都好好玩啩。总之恭喜你破关啦！本地图有四个成就，四个成就，好，四个成就。哇！我有两个成就，实在太开心啦！我系咪应该咁讲？国宝，我可唔可以上翻去啊？可唔可以上翻去噶？上唔到咁就算。好啦，咁好啦，就喺呢度做一个 N 啦。咁就系啦，咁呢个地图其实都 OK 嘅。但是他说要找到个捉他的凶手，但是即是不是捉他，是拨匀他的凶手，但是到现在都是不是，即是没有一件事的，是会。那其实呢，如果真的要，即是如果要我比分的话呢，这幅地图呢十分满分呢，我就会比七分的个用功的方面，咁就但是个出面落雨个故事内容方面呢，咁呢我就如果十分满分呢，我就应该只是比四五分到啦，因为那个地图都唔系，虽然是个地图整得好，但是个最后的目的都是做达成不到，所以为什么我会给四至五分就是这样的解释。是的。等我摆埋先，那就开始完了去了。不是开始完了去，傻我说的。好。好，整到成架战机咁嘅样，好，准备啦，准备，三二一，准备，哦，拜拜啦，拜拜。